我暗恋的人是我老板。老大，老大，到了。应酬一天应该累坏了吧？让他好好休息了。起来。干嘛啊？我有个办法让你好好睡。我都已经睡着了。你要不开个房啊？炸！你还有两个小时才开会呢，你听我的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一下，起来。哎，一人睡一边，真的变成床哎！来感受一下，好暖啊！这床很舒服啊。嘿，哎，干嘛？不是，我也要睡啊，这有双人床啊。谁也可以在这里睡。哎，不是我铺的床，不是，走啊，去旁边等我。我们就像吕洞宾与狗，农夫与蛇，东郭先生与狼。你去旁边等我。啊。